Make a payment.旧的话题不是新的话题，就是美国政治的走向比较诡异。有人说，贾拜登和别有人，就说贾拜登总统不是他人当总统。 是其他人在当总统，完全是。或许最近又传出来说，贾拜登可能要退位，很可能。 很快会退位，长一点，就是他可能一年，或者半年，或者一个月、两个月以后就是其他人。不是说贾拜登这是摔了一跤，摔了一跤，摔了两三下，就说他会身体不好会退位，不是这个。这个是一个标志，这个标志不是因为他摔跤，他的身体好不好？ 他可以这个理由就退位了。他本身就不是总统，本身他这个总统就是其他人。我没有带偏见啊，我是热爱美国的，不管美国民主、共和两党，我都不反对，他们都是美国人。我们来到美国，虽然我们现在按照贾拜登的概念啊，我们也是美国人。 只是说，所有的人在美国都叫美国人，只是说叫美国公民和非公民的差异，在美国土地上都是美国人。其实他这个定义也没有多大的错误，因为本身美国是个包容社会。只是说他现在的政策上有些问题，啊，我们现在不要把话谈远了，我们说。 贾拜登会不会退位？那么，如果贾拜登，以身体不好为理由，我刚才说了，不是因为他摔了两三跤，摔了两三下，说他身体不好，他就退位，不是这个。这是个标志，以这个为理由，他说他身体不好，就退了。退了谁？继任总统呢？按照美国宪法，哈里斯。 霍锦丽，他会继任总统。那么哈里斯继任总统，就说按照中文名字霍锦丽继任总统，他就是真正意义上总统吗？也不是。所以说美国政治有点诡异。就算是贾拜登。 生病也好，不生病也好，因为身体原因也好，因为什么原因也好，他不当总统了。那按照宪法，霍锦丽继任总统，同样不是霍锦丽当总统。在前一段时间，贾拜登讲话里边。 多次说到网上评价说他是口误，说霍锦丽总统，Harris President，Harris President，其实他讲的不是口误，他就是放风，就是让所有人知道这个信号，美国的信号，他说的是真话。 那么就是刚才的话题了，就是说，如果贾拜登以身体为理由，他不再胜任美国总统，那么按照顺序是霍锦丽、哈里斯继任总统。刚才我说了，同样不是哈里斯。
美国现在政治上比较诡异，美国现在是真真正正的有一个影子政府，有一个影子政府。到底美国的后面是谁掌握美国的政权？是谁是美国总统？或许是一个团队，或许是哪个人，哪几个人？从表面上看来，我始终觉得，我个人感觉啊，我个人感觉，谁来？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·佩洛西，他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国总统，虽然他的年龄也大了，或许他还想当几天总统。他的年龄也大了，那么实际上这个，众议院议长南希·佩洛西，虽然他80岁，但他头脑清醒，他头脑是非常清醒，他比乔·拜登的头脑清醒多了，他头脑没有问题。南希·佩洛西。不仅头脑清醒，他始终在把握住、掌握住美国的方向，美国往哪个方向走，他心里是清楚的。这个舵是掌在他手里。但是现在的这没有出面的美国总统到底是谁在后面操纵？除了南希·佩洛西以外，还有谁在操纵？有人说是奥巴马，都有可能，所以说美国政治有点诡异。美国表面上的总统不是总统，接下来的这个新，假如说哪一天乔布斯不当总统了，新的总统上来，霍金一上来，哈瑞斯上来，哈瑞斯也不是美国总统，那到底是谁是总统？真正的美国有一个行政政府。所以说，美国的政治诡异。你走什么样的道路？到底要把美国引向什么样的道路？这个我们不关心，因为不管美国走向左派、走向社会主义、走向资本主义，不走资本主义，走社会主义，都是美国人的选择。我始终认为，有些人在美国。始终是客，这是我的态度。从宪法意义上是平等的，实际上我们是客。本来我们来到美国没有几天，也算是客。你几代人算什么？在美国出生的几代人算什么？也算是客人。真正的，要说相对的主人，除了白人以外，那么。美国的黑人，他还算是主人。不管他是以奴隶身份在美国的开始，在美国，同时在美国南北战争当中，黑人也起了很大的作用。只是说，黑人的意识上他不像白人这个有那么进取心。但是呢，黑人在争取他们的这个权利方面他们是非常的认真的，不管是我有一个梦也好，还有等等等等其他美国黑人也好，他们在争取黑人的权利，他们是做得非常的好。但是其他人呢，其他许许多多的这个种族来说，他们在美国的历史都是很短的，特别是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。亚洲、非洲、南美洲这些国家人，他们在美国的历史上都是很短的。当然，墨西哥在美国的历史上，他们也是很早的，因为很早的美国的西部好多地方都是墨西哥的。美墨边境打了几仗，现在到西部去的话，很多地方都还留下了，跟墨西哥交战的时候的这个炮啊、箭啊之类的。
那么其他的种族哈，其他的这个社区基本上都是很新的。当然，这些有色人种的这个群体，如果是白色人种的群体来说哈，他们不存在要在美国争取什么一席之地，本身美国就是他们白色人种的。我在这里谈人种哈，不是谈这个种族主义，有没有这个概念？但是呢，最近几天这个亚裔在争取。说亚裔受到这种种族歧视，实际上亚裔没有这个资格。当然，这个话是不是政治正确了？亚裔在对美国有什么贡献？亚裔在美国除起到破坏作用以外，几乎都没有贡献。切尔在美国有什么贡献？除了破坏，除了颠覆美国，没有任何的贡献。过政治的诡异，现在，如果美国不愿意，美国要走社会主义的美国，那这就有个问题。前几天，美国与中国共产党在阿拉斯加进行密谈，那里就杨洁篪就代表习近平公开告诫美国，驯化美国，美国那一套，中国人不能以实力跟中国人讲话，美国在30年前就没有这个实力跟中国人讲话。中国人要杨，中国的概念是习近平说的，要平视世界，也就是说，美国要平视美国，美国不是老大，中国才是老大。因为杨洁篪直接告诉，直接在会上告诉美国总统，告诉美国现在的政权，中国价值才是人类价值，中国价值应该代替美国价值，这就说得很清楚了。如果美国人还听不懂，那除非是美国人自己想找死，自己不想活了，还听不懂。但是实际上，当时杨洁篪讲这个话，中国不吃美国这一套，中国要平视世界，中国价值，也就是人类价值，还有这个，美国应该跟中国一道，这个，搞中国的人类共同体，走中国式社会的主义道路。那么，既然是美国要走社会主义道路，让中国平视这个世界。美国自身也宣布了美国时代已经结束，那么中国共产党那就是第一。所以杨洁篪在阿拉斯加教训美国人，教训美国总统，驯化美国，驯化美国总统，那就是应该的，因为这个世界已经不是美国了。已经是中国了，中国驯化美国有什么不可以？中国当然不承认，既然中国说要平视这个世界，不承认美国以实力说话，不承认美国价值，当然中国共产党不认同美国人说的话了，因为中国人也说了，中国价值才是人类价值。美国价值不是人类价值，就现在连美国价值都不是，为什么？因为现在美国人对美国的认同已经有了很大的认同危机，已经产生了很大的认同危机，特别是2000年美国总统的选举。
全世界都看着眼，美国产生了认同危机。哎，到底往何处去？到底往何处走？因为我们喜欢的是，美国理念，美国。虽然我也不反对民主党，我也不反对任何党，只是我们提出一个看法。特别是美国这个国家的边境都没有了，那还叫国家吗？当然叫世界大家庭了。像最近我正在创作一张作品，这张作品叫做什么呢？叫做新世界大家庭。所以，美国不是美国人的美国，美国是人类的美国，美国是全世界的美国。全世界的任何人想来美国都可以来，因为是人类大家庭。美国边境现在已经又重新打开，美国边境已经又出现了危机，大量的中国人引进来了，涌进来了，大量的五毛，大量的第五中队又进来了。因美国传出信息，要放宽对中国人进入美国的限制，也就是说，中国共产党、中国第五中队、中国特务、中国五毛、中国来颠覆美国那些方方面面的人物，用不着走美国的后门，用不着从美国的后门进。可以直接从大门进，因为可能很快美国就会宣布放宽对中国人的限制，放宽对中国人进入美国的限制。前两天这个阿拉斯加美国和共产党的谈判当中，这中国病毒攻击美国攻击人类已经1年多了，现在中国病毒都不能输。何况这么重要的事情，在1年多以后，中国跟美国在谈判的时候，美国连提都不敢提病毒问题。清楚的，为什么美国不敢提？这里边有原因，或许这里边。共产党在这里边做出了很大的贡献，因为共产党直接得到授予研究病毒、投放人类，演习了一下。或许这是也是银子政府的概念。为什么来说呢？银子政府有一个意识叫减少人口，好听一点叫减少人口，不好听一点叫消灭人口。全世界只保留5个亿，一个政府，一个国家，这是新世界计划里边的其中的一项，也是银子政府的这个对人类理念。其实我也不反对这种概念。世界上人口的确是越来越多，如果人口得不到解决，那么人类要和平那是没有的，不可能和平。因为地球就这么大，马上就要达到100亿，要不多你就200亿，要不多你就300亿，那到处是人，这个冲突是必然，所以解决人口也是当务之急。只是说，许多科学家在做，但是都没有说出来，怎么样才把人口很快解决？用战争吗？战争解决人口太慢，用什么快？病毒最快。所以，中国共产党在病毒生产投放这个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所以，全世界都默契的不提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可能是所有
所有的精英阶层，他们都是非常清楚的，非常明白的，名字叫韭菜，可以说所有人都是韭菜，除了精英阶层的有钱人和有权人以外，所有人都是韭菜，所以命运都掌握在精英手里，或许也掌握在这个高科技手里。高科技现在可以改变国家的状态，可以改变地缘政治，可以改变整个世界。现在高科技已经达到了科学技术已经达到了为所欲为，想干什么干什么，想让谁做总理做总统，想让哪个国家干什么就干什么，都可以做到。所以高科技现在主宰这个世界，那么高科技主宰这个世界，像机器人是不是真的就来临？机器人就主宰这个世界了？机器人早就来临了，早就是机器人来代替很多的人的事情了。下一场战争，人类终极战争，可能首先是机器人的战争。超视距都已经落后了，机器人不用士兵直接上战场了，就把战场解决了。那么人还是没有减少，怎么办？那就是病毒，病毒来完成这个任务。其实你们也不要担忧，有什么担忧的？人类在这个世界上仅仅是弹指一挥间。也就是说，美国价值、美国理念、美国宪政、民主、自由，美国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弹指一挥间。在几万年，人类几万年当中，美国价值有几年啊？没有几年。真正美国价值实际上只有二三十年。连二战以后的整个二战以后都还不是美国价值。美国价值只有相对的二三十年，所以美国的不存在也自然。像罗马帝国的这么伟大的一个罗马帝国，说不在就不在了。那么美国说不存在也不存在了，就也没有什么。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，为什么呢？几十年，不管你有多伟大，不管你有多少财富，一个人在人类社会只有。就算100年吧，100年你90岁以后活着有什么用处？你不能自理，生活不能自理，什么都不能自理，你只是一个存在，存在价值也不是你的价值，存在是活着人的价值。所以说，这个人呢、啊，不要觉得一谈到这个人口，你就好像觉得得谈到自己，也不要觉得一谈到中国问题就谈到自己。特别是谈到中国问题哈，中国人就认为谈到他，啊不要这样，没有那个必要。比如说我经常在骂中国，我是希望中国变好，那我不是从中国过来吗？那不是就骂到我了吗？当然网上的五毛也说，就是我骂我自己，其实我不是骂我自己，我的思想理念早就不是中国，我的思想理念几十年以前就不是中国了。我是地球的，我是地球公民。只要我离开了中国，我去哪个国家生活都可以。如果没有出来的中国人，他是不可以的。像现在的中国人，住了全世界任何地方，中国共产党都还要追杀你。只有中国人是不自由的。中国人的社会这种体制，谁和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人的这种压迫。追杀，因为中国人太贱，中国人不知道争取自己的权利，在外国人面前争取你自己权利，你算什么？外国本身，西方本身就是自由的，什么人都要说话都可以，什么人骂总统都可以，你在西方争取你的权利，你算什么？你不算什么。你有种的话，你在中国去争取，在中国去为中国人争取，那才是老大。我就承认你算是 very good， the greatest。
你在西方争取你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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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亚裔权利，什么亚裔受了歧视，那是无稽之谈。亚裔在西方干什么？除了干坏事以外，还干什么？什么都不干。不仅亚裔在西方干坏事，而且在中国大陆，中国人，中国大陆的共产社会已经是几千年了。对共产党是一拍即合，无微不至。有人说把中国人和共产党分开，那中国人不是共产党吗？共产党不是中国人吗？怎么分？哪件事情不是中国人做的？杀中国人、杀人放火、强奸、抢劫、尔虞我诈，哪件事情不是中国人做的？那共产党仅仅是一个理念问题。那个理念在作怪，因为中国人就喜欢那个理念，中国人就接受那个理念。你看现在在中国大陆，有哪一个不想去做公务员？有哪一个不想去当兵？有哪一个不想去当警察？有哪一个不想去做官？因为他们知道，在中国要做人上人，杀人放火都可以，只要做了人上人，只要有了权利。可以为所欲为，我们这里谈远了，我谈到美国政治诡异，谈到中国去了。美国政治的确诡异，我们在见证美国，见证历史，见证人类。每天晚上我都要在这里跟朋友们交流，其实是好事情。希望朋友们这个订阅我的 YouTube。特别是 Twitter 上，我 Twitter 上这么多这个网友，这么多粉丝，为什么不去订阅我的 YouTube 呢？订阅了 YouTube 以后，我们可以直接交谈，我们直接会讨论问题，面对面，我直接回答问题，可以直接对我提出问题。你们不订阅我的 YouTube，我的 YouTube 人上不去，就始终不能做。不能做直播，只能录播。录播你们就不能跟我交流，只能是留言。还有大量订阅我的 YouTube，订阅 YouTube，我们在这里我说过几次啊，订阅 YouTube 是不花钱的，订阅就相当于关注，就相当于点赞。也就是说，你订阅了以后，我发了视频在 YouTube 以后哈，马上你就得了通知。就告诉你有新视频了，有什么不好？只有好处，没有坏处。希望朋友们订阅我的 YouTube。Thank you so much, my friends。订阅我 YouTube，关注我 Twitter，收藏我的油画作品。我这张新世界大家庭可能，大概。最多还有2个月完成吧，都一个多月了，因为达芬奇他们出艺术品是讲年数，我讲缘分吧，我3个月、4个月画一张，一年还是要画几张大型作品。今年这张没画完，我就谈到其他了。如果条件允许，今年我画可能画。再画2、3张大型油画作品。艺术是人类共同财富，希望得到朋友们的支持、赞助。我把我1000多张艺术品做成一个博物馆，保持在美国，让人类都可以看到我的艺术品，看到我从利奥德明到德比的利奥的变化，艺术变化过程。不管人类还有几天。我们生活照样继续，明天太阳照样升起，所以说是说我们行是行，住是住，该干什么就干什么。Thank you so much. See you tomorrow. See you tomorrow evening. Good night. 今天我们就谈到这里，朋友们静观2分钟，看看我这个。喷泉池丢丢。
再看看我这个画面的进展情况，再估计再过一段时间。